时候有这只杆子啊，你偷偷败家咯啊，嗯啊，阿舅舅舅，很好看吗？很好看。嗯，这是李工坊出的李武最新的杆子，对，最新的啊，目前出的杆子真的、啊、他这只啊没办法，我抵挡不了诱惑。对，为什么会败家？因为真的蛮喜欢他的齁，你看哦，他的 logo 齁、哦、他是浮出来的哦，立体式的哦，嗯，齁、哦、李工坊的 logo， 然后后面 Made in Taiwan， 嗯，齁、哦、他也是浮起来的、哦、很有质感，再加上那个握把齁、哦、他的握把是雾面的齁、哦、他不是那一种细胶哦，哦，我们常常钓虾就知道，然后细胶拿久了，它会有一种黏黏的感觉。嗯，哦，但是它这个蛮有质感，它是一个雾面设计，喷砂雾面的那个设计，哦，手把，哦，在握的上面很有质感。再来，它有一个水钻，尾塞水钻。嗯，哦，真的很贴心，很贴心。然后它的杆子啊是变色龙装置，哦，变色龙的涂装。它由蓝到紫，哦，由蓝到紫，很漂亮。嗯，然后它还会有渐层的黑色底，哦，渐层的黑色底，而且它的很贴心。我们有时候虾竿啊，我们在外面买啊，它那个尾翼的部分，完全就是碳布本身的颜色，但是它还是一样有烤漆哦。来看一下，哦，它还是一样有烤漆，也是变色龙的。配色哦，嗯，哦，超漂亮的。那它调性啊，我觉得啦，应该是如果以国宝以目前的杆子来讲的话，它的调性我觉得比较偏向虾霸子二代的调性。哦，那国宝先弄线组上去，然后让你们看看说，我再拿一个这个矿泉水。小瓶的小水，然后去钓给你们看它的钓性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现在它的论节是四尺的，嗯，哦，四尺的论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钓性是这样，哦，四尺的论节是这样哦，那我们抽到五尺。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五尺的调性。嗯。哦。再来六尺。哦，你看哦，六尺的调性哦。哦，七尺。哦，因为宝特瓶的水蛮多的，它应该超过好几两了。对，所以我不会把它提起来，我会直接绷着让你们看一下它的调性。然后全开，哎妈，刚刚是七尺，现在全开八尺。哦，嗯，哦，很暖 Q 哦，杆子啊。全开，哦，那杆子也很直，嗯，哦，杆身也很直，哦，而且完全没有声音，一点点，万转难免会有一点点啊，嗯，哦，一点点，但是说真的，以万转目前这样甩下来的声音，其实。已经很密合了吼，嗯，声音已经很小了啦，已经很小了，完，可以说你如果很仔细去听，你才会听到微微的咔咔的声音，哦，啊，但说真的，这个，国宝在1000订阅的时候，在选钓竿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国宝在这一方面蛮要求的。对，在万转这方面那个声音蛮要求的，嗯，但说真的，这一把
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哦，几乎没声音了，几乎没什么声音了。嗯，对啊，而且你看，咻咻咻，对啊，哦，而且杆子又那么漂亮，说真的，好啦，就败家嘛，哦。哦，是这样的哦。哦，败家啦，败家了啦，哦、不然呢？败家了嘛？对啊，好吧，那今天我来到他叫虾爸，嗯，虾爸哦，然后就顺便来测试我们的礼物，哦，测试我们的礼物，嘿嘿，好、哦、漂亮，很漂亮哦。对啊，我都想完了，所以我败家有理呀、啊，哈、哦。啊，好啦，可以嘛，哈、哦，可以啦，可以接受了，给你通过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就等一下进去吊他。走、这边呢、啊，它的规矩就是先开单，再量水深。嗯。哦，那它的价格在那边。啊，这边是综合池。那、啊、几只？一只。几个小时？三个小时。800，三小时。对，真的。那我们就去找位置坐了。嗯。今天开三小时，可以转轮盘一次吗？嗯。三小时可以转？可以转一次。转一次。对。左右都可以。都可以。还有一圈以上。啊？一圈要一圈以上。对。要讲相关的。好。八折，好，23。阿萨姆的旅馆2块。阿萨姆的旅馆2块。哦，这个阿萨姆。饮料1块。OK 啊，那我们现在等，因为他现在要等10点，10点才开门，哎、欸，才开始啦，才可以量水深。今天用聘赏的天品，嗯，哦，然后聊你的阿波，然后当然啦、啊，当然要开箱一下啦，哦，离工坊的离五钓竿，哦，那我们开始。这竿子真的好漂亮啊、哦！嗯，很美哦。对啊。那变色龙的涂装，蛮有质感。不只是这个，感觉就好好的。就那个雾、啊、面把手。竟然用小槽啊？对，我想到天气有点冷冷的嘛。嗯。啊，因为小槽它是饵料比较香，嗯，清香的，嗯，所以我想说用
小草人下去钓看看。好、哦。开舞了哦。嗯。网子都还没架。这种体型的虾子，这个杆子没什么感觉。没有。就是直直的被吊起来了。打到就直接起来了。打到虚虚的。嗯。男生不错，嗯，而且他那个反波力啊，杆子的反波力很强哦，越来越习惯了。完了，你的那个太近要被你淘汰了是吗？不会啦，还是把它放着啊。其实太近对我来讲就是在像。要活动台还是什么的，要加量的时候才在用的东西、啊。嗯。因为太近实在太硬了。对。对。那你太近拿太近去钓那个母虾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没有那种快乐的感觉。嗯。因为太硬了。嗯，也打到那个虾子，几乎都没有感受到那个虾子的那个拉力。嗯，对、啊，小帮手也不爱。不会啦，但是太近说真的蛮好用的。嗯，对。我想我现在的新欢应该是这只鲤鱼。对、啊。杆子很轻啊。对啊，杆身也很轻啊。你看，我现在四尺。嗯。五尺，对，现在四尺。它的约在这里，杆子的重心平衡度在这里。对。现在四尺啊，看它的杆，重心约在这边。杆子蛮轻的，真的。嗯。打屁屁的。它就不动。池底是有虾的，问题是虾子它不动。都打到了，嗯，有，都打到了，太冷了。嗯。开始动心的，我们出来了，我们椅子下面有个小惊喜，这里看一下。椅子下面。自己先来看一下啊。椅子。哦，你也看到莲雾啊？你也看到莲雾吗？有自由。折价券50块，嗯，现金抵用券。
踩在下。刚好起来才掉。起来就掉。我想说阿波怎么突然倒了？阿波倒了、啊。都打到，都打到没振翅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振翅。真的？真的、啊，就水温太高了、啊，虾子。就算有移动，有行军号，但也是只能打到吼，它都没有稳讯，没有稳讯。阿波有微讯，然后就不见了。有微讯就不见了，那就可能就是虾子在经过的时候去碰到，碰一下碰一下，不然就是说拍水救火，就这样而已。水温。太冷。有没有？你很忙耶，老大。十一只。雷达一点点而已，雷达就一点点而已。下课虾，有了，哦，双工。哎，嫩几家？嫩几家？双工跑一只，双工跑一只，差点成就就解锁。没办法，那一只是勾到手了。好，走。
你看一下。来啦，好了，数看看，下次有几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十三、二十三哦，要我们来称看看，二十三。多重哦，来过来，好，1.9，1.9刚好1.5，哦，1.5算合格的啦，好不好？那因为今天可能水比较冷，哦，虾子。老板也很敢放啊，只是水太冷，然后虾子几乎倒下去就是放在那边，它都不怎么会动了啦。对啊，就只能靠寻虾哦，只能靠寻虾哦。那我在虾坝钓虾场，哦，就介绍给你们知道。那喜欢国宝的影片，帮忙按个赞，订阅一下哦。啊，喜欢就分享一下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